过我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哎，算了，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。哎，真无情，就这么把我抛弃了。不过刚刚有点奇怪呢。你没事吧？哼，果然有意思。原来少年时期的我是这个样子的呀，仔细看看长得还真不错，难怪月长会那么照顾。原来的我居然这么软萌吗？二小姐不会是喜欢上这小子了吧？不行，看来有必要和大少爷说一声了。小姐，到顾家了。顾少爷，请下车吧。我叫顾云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顾云，你还真是痴心妄想，这样受宠的千金小姐怎么可能和你有交集？是我冒昧了，再见。唐灵犀，我叫唐灵犀，顾云，下次见。灵犀，那是哪家的小子？看着跟唐家嫡系关系不错，是那个贱人的孩子顾云。唐家小姐怎么会认识他？谁知道呢，和他妈一样，都是个喜欢勾三搭四的东西。红衣，我知道你不喜欢那孩子，可既然唐家嫡系对他亲近，身为顾家家主，你不应该把个人情绪带到这件事上。可是爸，当年要不是那个贱人算计我，那也是你自己色令智昏，怨不到旁人身上。以后对这孩子好点吧，如今顾家不比从前，苏家最近也是小动作颇多，能交好唐家的任何机会都不能放过。之前没仔细看，这小子长得和他妈还真像。哼，小西，不要这么无精打采的嘛，来都来了，多买几件衣服不好吗？好个鬼，你买的是几件吗？小西，你别光看着呀，来试试这条裙子。不，那个，还是我进去帮你换呀。不用。这尺度是不是有点大呀？我堂堂气势男儿就要穿这种东西，形象何在？不知道现在逃走还来不来得及。小西，穿起来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换哦。不要！算了，区区一件裙子还能难倒我吗？哎，这个缎带系在哪儿啊？不对，好像反了。哎呀，这拉链好紧啊，哎，要喘不过气儿了。呀，这是什么？啊！还是我进去帮你换呀？哎，你出去！